大家好，我叫莉莉，来自富明养生生荣药行有限公司。我们的公司成立于2000年，是专营药材海味生荣，还有中医门诊。我会介绍 IRS Software 给朋友，是因为它可以增加客源，会员可以累计分数换取我们的产品。第二呢，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存货量需不需要进货。第三就是可以保存客户的购买记录咯，客户可以知道他之前买过什么东西啊，还是他忘记了，他要找回之前的记录，我们都可以知道咯。谢谢 IRS， 他们的服务很不错啊，很快速啊，我们有问题问的时候打电话去啊，他们就可以帮我们解决啊。谢谢。IRS is your business, is your life.